大家好，我是 Golden， 今天要来讲就是我在澳洲最精彩的故事哦。就是呢，我的英文非常非常的烂哦，就是我到澳洲的时候呢，一到十不会讲 1, 2, 3, 4, 5, 6, 7, 8, 9, 10 这样子，我不会讲哦，不会讲，对。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那时候如果说自己去找到白宫的工作是有一点困难的，就是连一个英文都不会讲的人还要找白宫的工作，就是非常困难。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在就是要找到这份工作之前啊，我们就四处打听这样子，哎，哪边有白宫的工厂，然后有在这个请背包客的这样子，很少，大部分的肉厂都有中介这样子，或者是呢他们不没有中介，但是他们只用澳洲人不用背包客，因为背包客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就是要不然就给你请假，然后要不然就给你就是很问题一大堆啦，对。然后呢，所以我在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们一起工作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同事嘛，我们就站一排这样子，因为产线就是站一排。那我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全部都知道这一间工厂这样子，只有我不知道，你懂吗？然后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偷听他们在聊天，然后我自己去 Google 查，然后查到这个那个 HR 就是人事部的 email， 然后我自己投履历给他这样子。对，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我在这个工厂呢，就是做了两个月之后呢，那我工作内容都是切肉嘛。那我时薪是20.4，因为我们一开始面试的时候没有提到时薪这部分，然后他是跟我说29这样子。那因为我不会切完整的牛肉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在练习坊切肉，那练这个也是我就是切肉大进步的原因，因为他愿意教你所有的部位，所以其实我后来也蛮感谢他们的。然后再来就第一周呢，我就学会，因为有经验的人呢，就是譬如说我已经切，那时候已经切了四五个月还是五六个月了吧，就是基本功都会，所以你在学切肉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月就在训练房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虽然学会了，可能就是速度不够快，因为产线它是有速度的要求，就是快的话十几秒就要切一片，然后慢的话大概一分钟要切一片，就看部位的大小这样子。然后我的 supervisor 呢就告诉我，因为现在没有缺人啊，所以呢你不可以到产线上啊。然后呢，但是呢他却让比我切的比我烂的菲律宾人一直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是 working holiday visa， 然后他们是什么 sponsor， 就是工作签啊，工作签，你懂吗？他当然要训练，但是我不可以理解这个，你懂吗？我就觉得，哎，我的能力明明就是比这些菲律宾人还要厉害，因为我们是做过四五个月嘛，对不对？然后菲律宾人跟我们同一批。就是差不多也是接两个月这样子，然后速度也比我们慢这样子，对。但是他就让他上去切了，对。那产线上的时薪呢是 29.39 这样哈，然后每天都，如果你是 bonus 跟 slicer 的话，每天都有40到80的奖金，不一定哦。那所以我就决定呢，用我的烂英文一直去撸他这样子。请他让我打赢这场胜仗，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样。然后当就是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前提，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呢，我就请我朋友帮我写一封信，因为英文真的很烂哦。然后我朋友就是打字打给我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用手写把它抄下来这样，因为那种鸟地方啊也没有印表机，也找不到地方可以印这样子，对。哦，那我到哈利比夫已经两个月，那我现在已经可以单独切一只牛的所有部位，就是13个部位，而且不会切得很烂这样子。那我跟得上产线的速度，
我相信呢，我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那特别是在前身的这个部位，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第一个工厂就是学这些哦 ，Blade、Blisky、Cube Roll、Chuck、Blisky 这样啊。特别是 Blisky， 我可以切得很快，然后皮又很完整，然后又不会把皮切破这样子。然后我敢说，没几个人切得比我好这样子。对，这就是我写那个写给那个 supervisor 的信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现在看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特别是在产线上的新人，就是那些菲律宾人呢、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的能力比别人好，但是就是在做八犬，然后八犬就是刀手的助手这样子，嘿，产线外的工作。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这封信明确的知道我是不是还可以达到这个刀手的资格这样子。那是我的速度烂呢，还是我的语言烂这样子？我今天在切 Oyster 的时候，看见对面的刀手把 Whisky 切得破破烂烂，我心想说这就是产线的标准吗？如果是这种标准，我早就可以达成，而且比较快十几倍哈，这就是我不服气的原因。就是我在产线外面有没有？今天我在产线外面的工作，看到产线里面的刀手把 Whisky 切得很烂，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到底切得多好这样子。这个是别人切的 Brisky 哈、哦，它只有切一半而已。哦，它应该吧？因为 Brisky 这个就是要怎么讲？这个是哪个部位？就是如果你们吃雪花牛的话，就是这个部位哈、哦嗯。然后因为它这个部分平常都会有，就是在这个部位的话会有肿瘤啊。这个是我切的啊，别人只有切到这里而已啊，我可以把它切开。然后检查这里有没有肿瘤，这样有如果有肿瘤要切掉，因为那肿瘤是不能吃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那个肉的正面 ，brisket 的正面这样子。对，那我因为正常这一块肉啊，大概要13秒就可以就应该要切好这样子。嘿，那个。像我就讲这菲律宾的、啊，他就切的比我慢，又切的比我不好，这样子，对。然后过了不到十分钟，我马上就被召见，这样。哎、欸，他因为他知道我英文，那他才找一个翻译，这样。对。然后有三个 supervisor， 然后一个我的教练，就是为了一个背包客哦。吼，这就是我感受到就是澳洲职场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在台湾，你敢这样子跟你主管吵架吗？可能早就被 fire 了，如果也不做你去死嘛，这样子。那这三个主管分别就是大主管，就是 Bonnie Run 的大主管，然后再来就是 Supervisor 这样，然后这个是 Training Run 的 Supervisor， 就是我的主管这样，然后再來是教练这样子。然后大主管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说啊，好吧，就让你试一下这样子。那中主管呢，就从头到尾，那我的主管就说，我有跟他说过，我知道，但是解释一大堆这样子，就说啊，你现在可能啊人不够啊，怎样啊。但是呢，我的教练说啊，他可以切，但是切不够快这样，然后就开始了就在讲他的啊，其实这些我都听不懂这样子，我就说不上来狗屁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大主管说：“好啦，让你切啦，切一个小时试看看这样子。”对，那就澳洲他那个，我后来是领薪水条的时候，我才吓到，就说：“哎、欸，我那一天居然多领了38块这样子。”然后奠定我决定跟他拼的决心，有没有？而且澳洲他们非常的，我要怎么讲，就是。界限跟拿捏的非常清楚，譬如说啊，我今天我进了产线切的话呢，
他那个 supervisor 马上就拿纸笔在旁边登记说啊 ，Golden 在产线切了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他们如果说加班，譬如说啊，现在四点下班，那如果你加班多久，他会给你加班费的答案是15分钟，有没有？他们是以15分钟，就是1/4小时，他们就算加班了。那如果说你加班半个小时，他也会给你0.5的加班费。你会觉得澳洲好不好？我后来回台湾工作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适应哎，对，就是被熬东熬西，然后譬如说那个老鸟还没走，菜鸟不敢走这样。在台湾是一大堆这种事情这样，但是在澳洲比较不会这样子。好，那回到那我就进产线切了一个小时嘛，对不对？然后教练就在后面偷拿我的肉去检查啊，我不知道这样子，我就很疯狂的拼命那边切，很认真的那边切啊，这样子啊。然后教练我切完之后，教练把我叫去旁边，就说啊，你看这些肉太油了，你还是切的不够好这样子啊，可是大家都这样切啊，因为你在产线上切没有办法像你在训练房很仔细的切，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速度，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过程你必须要就是很快速的把它解决掉，不可以就是本来是要三刀，但是你一刀就要把它解决掉这样子。然后隔天那个大主管就说：“你切的不错。”然后我的中主管啊，就是产线的主管。就说这样子，然后我的主管就开始说啊，你看这个他就切太多油啊，这个油太多，这个肉太多这样子啊，那我的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那我们来看第二集哈，就是这样子无声无息的过了礼拜，然后我还是在产线外面工作，然后每个礼拜我就要提醒一下，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礼拜五，他们就会安排好下个礼拜你就在哪里工作这样子。他会换没有错，但是他如果安排你，譬如说你在 butcher 就是外围的话，你就是下礼拜你就全部都在外围工作做一个礼拜，然后下下礼拜再换这样子。对，所以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要提醒他说我不知道我英文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就很烂。反正我就是尽力的表达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说 ：“I want to burning run slicer work, please give me a chance。”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我的主管就说 ：“Chance。”然后就摇头这样子 ：“Chance 啊 ，Chance。”摇头这样子。我就不放弃这样子啊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这样子啊，我就没有说，然后他就可能就说啊，看不赶快把他打发走，不知道他撸到什么时候，等一下那个 supervisor 跑过来就水小了有沒有，然后就跟我点点头这样，然后就 Thank you，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呢，教练刚好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在产线外嘛。然后我就指着那个菲律宾人，因为他们真的切的比我不好，然后又切的比我慢。那因为你产线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譬如说他13秒或者是15秒，通常是15秒， 15秒会移动一格，然后20秒就是在一个15秒就会移动一格，然后30秒就会掉一块肉下来，有没有？你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30秒之内把那个肉切完，你就会堆的跟山一样高这样子。我就说 I can very fast， 那教练说 You 就摇摇头这样子。我说我只会讲这个Please give me a chance 这样子。然后教练就看一看我就走了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训练房啊，对不对？有两个职位，第一个就是你的教练，他是戴白色的帽子，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主管，就是训练房 training room 的 supervisor， 他就是负责这个训练房的。那我训练房的 supervisor 啊，都过了10分钟，他就跑来就说 ：“I am your supervisor。”我说 ：“Yes。”
然后他就啪啪啪，他主要是在说啊，我是你的主管啊，对不对？那、啊、你有事要跟我讲，你不要一直去跟教练讲这样子，然后教练也很烦这样子，类似就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跟那个主管啊，就是跟这个训练房的 supervisor 就没什么话讲，因为他真的很鸡巴。对，就是其实我等一下会讲哈。然后又过了礼拜三，我主管呢就请我过来一下，然后他就找一个翻译来哦，他说：“哎，最近看你工作好像不开心哦，如果你这样不开心，我也不是很开心啊。”我说：“我就在 OS 说，阿爸你是需要升职吗？因为我想进到产线工作，因为菲律宾人做的比我差这样的。”我主管就是笑容啊，就说啊，因为他们已经来五个月啦、啊，而且主管认为菲律宾人都切的比我好，而且切的比我快，但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子。我就说，那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可以切一整天来证明，就是说我可以切的比你好这样子。然后主管就跟那个翻译讲这样子，翻译就跟我说啊，因为我们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能没办法答应，因为你万一切坏了，这个其实这是官方的，就是不要让你切，这样子随便找个借口来搪塞你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在训练房，如果你真的把肉切坏了，他也不会就是说啊没事这样算了哈，不就是慢慢切，都一定要是切到一个程度哈，他才会放手让你独自在那边操作这样子、啊、然后我主管就说啊，然后我就沉默臭脸，那我主管也臭脸。那翻译都问我说：“哎、欸，你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我说你既然都这么说完，然后翻译也翻给他听，然后我主管听到说：‘欸、你去死吧，你这个死 PT 这样，死 working hard day 的这样，好吧？’”那就先这样子，然后持续到礼拜五、啊，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然后我都没有正眼看他一眼，这样子就很不爽，这样子。对。然后又过了一天哈、哦，我的主管呢又一直来检查我的肉，这样子平均大概一个小时就检查一次，然后嫌东嫌西的这样子哦。虽然我是不太接受这种负面讯息的，我就讲就讲他的作为是做我的哈、哦。因为我真的没有切得很烂，就是他真的是故意刁难我这样子哈。虽然我也是很想哭啊，就是说啊，干妈的有必要就是为这种他妈烂工作那边吗？人生真的都是要开开心心的哈。嗯，怪真的是怪在我英文真的太烂，真的因为我英文烂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现在勇气十足，但是我英文真的太烂。烂到一个爆炸，我连听订单都听不懂。你，我觉得后来，但是我后就是在这个后面，我就有大大的进步，这样子，我就特别去学习，就是说哦，什么订单长什么样子，然后怎么切，这样子，就是主管一下一个口令的时候，比如说我讲什么，比如说top side cap off。好，我就要必须了解到说，哦，他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又来跟我指手画脚比了老半天这样。其实我是勇气很多啦，对。但是这个就是我有一点问题这样子，对。那有时候教练会在我对面切肉嘛，那有几次就是那个。我跟教练拿到同一个肉的时候，那我就会，比如说啊，他也拿到，那时候我觉得是 Frank 吧，他拿到 Frank， 我也拿到 Frank 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试着偷偷跟他比赛，就是我切的速度有没有跟教练一样，速度一样快这样子啊。那这个过程就很好笑，就是。这个过程是，就是说，比如啊，我跟教练偷，就是拿到就是同一块肉，对不对？然后后来教练呢，发现呢，
我好像偷偷的跟他比赛，然后他就用那个吃奶力气这样疯狂在切啊，我也用吃奶力气疯狂在切这样，但是我还是输教练大概两秒这样子。然后后来教练也来检查我的肉啊，你这个切太肥了这样子，就是偷笑一下，就是教练比较不会那么严肃，但是他会觉得我很烦，但是我的主管就觉得啊干这个烦死了这样子，对，就是这样。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五哈，然后我都会用我的烂英文，就是没，就是因为你如果说放弃了就没有了，他也不会理你啊，所以我大概两个礼拜没动静，我就去烦我的主管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 ，Tell me what I did wrong， 对，对我英文没有现在那么好哈。就还更烂那样子，我可能是讲说，Tell me what I did wrong 这样子，然后我主管就听不懂啊，就是 sorry 这样子 ，I want to do best， 哦，然后他说 of course， 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讲一大堆，啊，我都听不懂这样子，but I am try very hard。Really hard， 对 ，really hard 这样子。主管说：“yes， 我知道你很认真啊，这样子啊，我都听不懂这样子。”If I did work， please tell me。No。If I did wrong， please tell me。这样子，就是说啊，如果我做错的话，拜托你告诉我，就是啊，我要怎么样改善啊，这样子啊，怎样啊，这样子。那我的主管呢又回一大堆啊，我就完全听不懂这样子，那我就跟他 thank you 这样子。然后下午呢，我又偷偷的在跟那个教练比赛切肉，哎，这一次被他发现，然后他越切越快，然后我也拼命加速。那我们终于呢在同一个时间呢把肉都丢到桶子里面，然后这时候我们互看了一眼哦，那我的那个教练呢？又把肉拿回来，因为我大约慢他一步啊，大概差两刀。然后我教练呢，就对我笑一下，然后跑去，马上因为跑去跟我隔壁的那个主管讲啊，跟我 supervisor 讲这样子。那我主管也笑一下这样子，就是我就是很积极，然后为了钱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积极在争取哦。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一这样子，那我依旧在那个产线上没有看到我的名单啊，然后就在场外就切一天这样子。我之前的工作就是把肉的皮掀开，就是这个是什么 brisket 啊。接90分钟下来，我收集四个哈，但因为我你看看这一段的话，就是你看到，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因为我都检查到了嘛，因为我太闲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做这个工作叫做 skirt， 非常简单的工作这样子啊，因为我的实力。很高嘛，高出于这个，所以我就很闲这样子啊。然后我就闲到可以去检查别人的肉这样子。然后你看，我还是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说，啊，算了，不要去害别人，然后做好自己就好了。你看澳洲他们的工作制度啊，这边稍微提一下。他们就是每个工厂不一样啊，但是有些工厂会这样，他们就是一个礼拜上四天，然后第五天你可以去加班，就是他们38小时嘛，对不对啊？一天工作9.5个小时，所以这一个礼拜只要工作4天就好了。那你第五天去加班呢，你还是周休二日，然后又可以赚到加班的钱，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就主管要开始撩我，因为这三个月以来，我每个礼拜五都去上班，就自动加班，就没有跟主管说，哎，我礼拜五可不可以来那个加班这样子。然后主管就说，哎，主管就问我说，哎 ，Golden。Why are you here？ 这样子啊，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我 OS 都靠背啊，不是因为你没有，我就说 I want to work， 我想要工作这样子啊。我主管就 But you day of the day， 就是说啊，你今天放假啊，然后碎碎念这样子。然后女中主管，因为通常呢，她可以不用管我，你们因为这个不干这个。那个 training run 的事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女中主管对吧 ？Golden， what are you here？ I want to day off， 应该是 overtime 这样子。I know I day off， but I want to work。对，那我主管呢？他太忙就走了这样。那女主管呢？我主管就很有毅力哦，他就是。就是要把我弄回家，然后不要让我加班这样子。然后他就跑回去跟大主管说这样。然后大主管就笑了一下啊，好啦好啦，啊不你帮做好啦这样子。然后过了十几分钟，那不甘完哦，然后还过来跟我讲说，哎、欸、，Golden， 你他妈你以后上班啦、啊。就是要跟我不是、啊、你要加班，你要跟我讲啊！你不可以自己他妈自己跑来加班，你懂吗？你要尊重我，然后我是这个圈内路的这个主管啊！你他妈尊重我这样子啊！我就说 I'm sorry 这样子，对。大概就是第八集哈。就是在澳洲呢，他们通常呢，如果在乡下，他们学历通常不高，有些还不认识字哈，真的。其实这一切都要怪我嘛，就是我英文不好，不应该跑到澳洲都要打工。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哈，可以慢慢学。就是你经过了一次的挫折之后，你才会学到更好的嘛，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九集，好，我今天早上又被排到一个。Golden, do you want to work Bonnie Rin? Work? 这是什么？他说：“哎，你明天想不想加班啊？”我说：“啊 ，Yes 啊 ，Please 这样子。”But what do you? 我这边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我礼拜就是礼拜五还要来加班吗？因为我想要做得更好这样子，我想要成为 very good slicer 这样子。我不是为了来加班，我是要成为非常好的 slicer 这样子，对。
就是主管在吃饭的时候，我跑去他的那个主管用餐的地方，然后就直接跟主管讲这样子。然后我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主管都听到这样。所以我就经过这两个月啊，就是一边撸小小都还是没有办法进去产线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挫折很挫折，然后我就开始想要离职，因为差不多做大概四个多月了吧。那我就想说啊，干，既然要离职了也没什么好怕，我就在我的刀盒上面写 Brisky Monster 哦，就是 Brisky 是一个肉的部位，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红色的肉哈。就是，然后 Monster 就是最棒的大师这样子，然后就背着他去上班了这样子。然后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有两个 OD 说：“嘿 ，Brisky Monster。”我想说：“干，你是切得赢我吗？”这样子。但是呢，我还是笑笑的跟他们点头这样，因为第一天上班没有什么发现，然后第二天上班我又带这个刀盒、喔、然后第二天早上呢。突然有人在我背后，哎、欸、，Number One Brisky Monster 这样子，我回头看一眼哦，是我的两位中主管，还有一个我主管，我教练一个副教练，哇，全部都站在后面看到我那个刀盒这样子。然后我的教练就用他的手就比他的刀盒，然后他的意思说，干，你是在冲他小这样子。然后我就笑笑的点个头这样，然后我的内心就想说，干，林北就是 Brisky Monster， 就是我林北就是很会切啦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切肉不理他。那不知，然后呢，我的中主管呢，他就啊算了算了，就安排我到那个产线上去切 Brisky 这个部位这样。那当下我是受宠若惊的，而且一切。就是两三天就是这样子一起切这样，那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人笑我这样子，嘿 ，Brisky Monster 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就是笑声呢就慢慢变少，因为我在那边切了大概三个礼拜吧。因为如果你在产线上啊，就是刀手都要轮流，就是每个部位都要轮流，你不可以只切一个部位这样子。那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个部位嘛，因为我在上个工厂就切这个部位，已经切了四五个月，算是蛮厉害的啊、喔。而且我大概13秒就可以把它切完。那其实也不是每个产线上的刀手，就是每个部位都很强，就是差不多平均这样子。对，那我是这个部位特别强。所以今天有一个特殊订单我被排在外面这样子。那等这个特殊订，因为那个特殊订单的肉非常贵，就是日本和牛哈，你不可以把它切换这样子。那我就继续切这样。所以这个妈，这个阿伯他妈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换啊？”我说：“好啊。”结果我说：“啊，没有，我开玩笑的，妈，那个鸡巴的。”我还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皮啊、喔、要掀开嘛，很容易就破了。你这个牛肉的皮不能把它切破，因为那个刀子很利，你就是要切到这个，就是这个是油，你知道吗？这个是皮啊，这个是肉啊，中间这一层是油，你要从这个油的地方把它切
就是哎，我那个教学影片有，大家可以去看哦。这一块肉要怎么切，这样可以。好，十二级。然后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我发现那三个礼拜啊，我的那个主管刚好放假，他放三个礼拜，没错。那我那三个礼拜就进去产线切了三个礼拜的 whisky 这样子，对。那等我主管放假回来之后，我就被调出来产线了。那如果说在产线外的老鸟啊，就会提早走啊，吃饭的时候。那我今天也提早走，管他去死的，时间到就去吃饭了，干嘛还切这样？那我主管呢就比说啊，那个机器还没停啊，你要等机器停才可以走啊，就不理他，就走掉啊。然后特别是我跟你讲这三个字哈、哦，国际上只要有一点中文 sense 的都听得懂这样子，就像我们听得懂 fuck 这样子。那我会在这个场就是这么不愉快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总归就是我的英文太烂，烂到一个爆炸这样子，连订单都听不懂这样子，然后一直读小小，我觉得一直读小小是对的，虽然你技术是很 OK， 但是因为我那个主管他大概五十几快六十了，他还是会有一些排华这样子。那菲律宾人呢？因为他们是英语系的国家嘛，对不对？你的技能差不多五六十，不用到七八十，就是哎呀 OK 就可以上了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啊，在澳洲打工度假呢，语言真的也是影响蛮重要。如果我那时候英文还不错的话，我搞不好现在还在那边切这样，因为我那时候要拿到工作签是非常容易的。那我们今天那个故事呢？哦，讲的有点久，可能、哦、好累啊、哦。很感谢你，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看完这样子，没有看完也没关系啊，就是这样，谢谢。